让我们来做一只笼中鸟。你需要一根细木条、纸板、圆珠笔、线和胶水。在两张纸板上分别画一只八哥和一个鸟笼，在纸板背面涂上胶水，将它们背对背粘在一只旧圆珠笔芯上，让胶水干掉。看，捏好了就是这样。现在做工，将一根线系在木条的一端，穿过圆珠笔套上的两个孔，与木条的另一端系牢，做成一张弓。用笔芯挑起笔套内的线，扭转半圈形成一个结，再将笔芯插入笔套中。一手握着笔套，另一只手来回拉动弓，这样就能看到一只笼中鸟了。